这里是谁是战士之心走进南京军区司令部专场节目决赛比赛的现场。在经过了初赛复赛紧张激烈的比拼，今天成功闯入决赛的十名选手将向战士之心展开最后的争夺，希望各位选手有一个精彩的发挥。照例呢，要向现场的战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五位评委老师，他们是总政话剧团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琪老师，欢迎。胡大王，你是谁？我是他爹。又回来了。站长熟吗？熟。调度员熟吗？熟。都熟。都熟。弄几件扯皮吧。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老师，欢迎。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我变得机灵了。中国十二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魏晨霞老师，欢迎。现在呢，我们就在前往一个叫东茂洲岛的途中，我们就是在全国唯一的由我们军队自己管理、自己运营、自己维护的军用专线列车上。大家看，火车司机就是我们的战友。你好。有一种美啊，叫奉献。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是结识了一对恩爱的夫妻，特别是我们认识了一个心灵这么的纯净、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善良的一个军人的妻子。海政文工团著名歌唱家霍勇老师，欢迎。老海盗，老海盗，快乐的老海盗，老海盗，老海盗，长不大的老海盗。班长划船，我掌舵，船上满载丰收获。中国广播艺术团著名歌手周鹏老师，欢迎您。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决赛规则，本场比赛选手成绩由评委打分和大众评委投票相加而成，满分100分，其中评委打分占90分，大众评委投票占10分。首先呢，让我们请出一号选手刘希上场。大家好，我是刘希。在之前的比赛中，评委老师提出我的咬字不够干净，歌曲情感的表达也不到位。一杯美酒，一杯甜酒，你滚滚对敌人的那种仇恨没表现出来，痒都没有表现出来，看到的那种眼神里的那种感觉也没有。我觉得在吐字上还要注意。决赛评委会有怎样的预测呢？我觉得他一定是发挥很稳定的一个选手，我相信他会很正常的。我最看好的还是刘希。决赛我选择了《军营飞来一只百灵》这首歌曲，因为我不是花腔女高音，所以后面的花腔部分对我来说真的很有难度，那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唱好这支歌。决赛我来了，刘希加油。寂寞的梦境，啊，他唤醒冰山寂寞的梦境，啊，他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也是我们军中的一支百灵。谢谢老师。只注意一点后半段的一些音准。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我觉得你就来自于部队，你就是部队的一名女兵，你就是部队中的一个百灵鸟。我觉得你一直在用感情唱，这点很好，祝贺你。谢谢老师。第一位上场的刘星得到了评委给出的88.3的好成绩，这给接下来要上场的选手带来了不少的压力。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张良。我从来没有学过唱歌，所以一路走到现在真的没想到。炮手张良，这个工作中的训练尖兵，在舞台上凭借自己的坚持不懈一路走到决赛。有些特别音呐、还不够准，形体啊不够开，就感觉没什么层次。你没有层次，大家听不清楚你唱的什么东西。不知道评委对他决赛的表现有怎样的期待呢？如果他能够在舞台上收一点，然后呢作品选好了，我相信他可以。决赛中我选择的是一首女歌手原唱的作品，对情感的处理要更加细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张良加油。每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傻傻的不过天地，又和自己有太多太多模拟，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我心花怒放就开到荼蘼。谢谢。杨老师好。王菲的一首歌是吧？对，特别的有个性，这种歌应该把握的更自然一点。给你提一点点建议，就是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有一种个性的表演，他经常是会闭着眼睛，但是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呢建议你以后唱歌的时候锻炼能够用你的眼睛和大家交流起来，这样唱歌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含混不清，音准不太准，层次不分明。开始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觉着你在唱英文歌，可是后来一发现自己一听也不是英文，这就说明吐字有问题了。是，我觉得你可能那些稍微大家熟一点的歌也可能会驾驭得更好。这个你唱起来你觉得累吗？累。你在选歌要选比你的达到的能力稍微低一点的，你可能发挥的会更好一些。谢谢。张良发挥失常，仅得到评委给出的79.9的成绩，不知道下一位选手又会表现如何呢？大家好，我叫王晶。初赛中，王晶凭借一段婀娜多姿的新疆舞成功打动评委，直通决赛，一下就把我给抓住了，很热烈奔放，我都被感染了，我很感动。今天他还能得到评委的认可吗？王晶不错的，跳得很有范儿。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小姑娘。这次我为了挑战自己，准备了一支完全不同风格并且从未接触过的舞种，大家敬请期待吧。Yeah, Jeff.
내 물이 켜 낮은 우리 햄스터 밤에 사랑을 나눈 갱스터 낮은 다감한 눈빛 자연스러운 스킨십 눈 뭉칠 흠칫 할까 네가 뭘 원하는지 말 안 해도 돼 굳이 눈치 다 알아 에에에 보기 원해 다르게 I don't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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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널 갖고 장난 안 해 사람들은 말해 나 같은 놈 잘해주지 말아 너무 늦지 말아 你的舞蹈的语汇和音乐以及你的肢体语言我觉得是统一的是给我们传达了准确的情绪和情节的信息谢谢老师、啊、不错、哎、不错非常成功你感染了我们我觉得你的音乐选得不错他选的两个舞蹈初赛和决赛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味道的舞蹈完成、哎、反差非常大然后我们在这儿已经看不到你那个新疆舞蹈的那种感觉了，很好，祝贺你，谢谢。王晶带来的舞蹈得到了评委给出的86.9的分数，下一位选手是否可以超越他呢？大家好，我是机械训练员李超。初次登台，李超异常紧张，险些淘汰。但是复赛中的他超常发挥，打败了电工江岩。本轮的对抗。李超胜出，恭喜李超！谢谢了。决赛中，评委会对他有怎样的期待呢？唱得不错，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状态啊，不是太积极、太热情。我是觉得他缺乏这种表演的经验，我希望他能够发挥得更好，进步更大。在决赛中选择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在高音和转调中有一定的难度，但我相信我能够驾驭得了他。我是李超。战友们，你们好！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怎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歌选的挺好，发挥的也好，驾驭的也好。谢谢老师。但是你如果自己想飞得更高，真的就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要做好每一个细节，才有可能越飞越高。上一期的表现和现在，总给我一种漫不经心的这种感觉。你每次走的时候，总是一出场总是。你这个就表现不出来，你要飞得更高啊！你的梦想啊，我们这个演员呢，一出场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你唱得不错，啊，声音也不错，这点是在别人肯定你优点的情况下，我给你提出来注意的地方，好吧？谢谢老师。哎，好。我希望你啊，台下是一名兵，台上。也得是一名兵，是一个兵，兵就得有兵的样，那种状态。你唱的时候，尤其这个歌，应该是多给力的歌啊！你即便是唱不上去，那种状态都不能掉得下来。谢老师，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让自己进步，就是你多看演唱会，多看别人的表演，模仿人家在台上的这种精气神儿。
还有表演状态，这样你肯定会进步的。谢谢。李超表现不佳，只得到了评委给出的80.56的分数，他是否还有机会角逐战士之心呢？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坦克兵何志伟。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姑娘。我特别喜欢何志伟，不仅仅是因为他唱得好，我觉得更主要的是他是训练尖子，是神炮手，挺厉害的他。我们战士之星要发现的，要推出的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也觉得他有点吃亏，因为他直接进了决赛，中间少了一次表现的机会。看看他决赛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吧。这次带来的歌曲串烧是战友们的提议，串烧里都是大家平时喜欢听的歌。在这场对决中，我会发挥我全部的实力，征服评委老师和战友们。何志伟，加油！心像寒冷容颜，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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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谢谢你们。我这位右边这位，他是我们机关这个干部科的一名干事，姓周，叫周鹏，周鹏干事。老师你好。哦、周鹏吗？同名吗？先握个手啊！我也叫周鹏。你好，你好，你好。也叫周鹏。我说隔空握就可以了。老师你好。我左边这位名气可大了啊！这是我们部队的坦克神医。你没有参加复赛，直接到了决赛，觉得自己亏得慌是吗？然后干脆把你会唱的歌选几个穿在一起。不同风格，你们都看一下，我就是这实力。第二个歌呢，给你提点建议吧，你的港台腔有点稍微有点学得重了一点，啊，对，就是唱这种歌吧，你是要洋气，但是不要把那种港台腔学得太重了。如果我要安排的话，我把第三首一定要稍微激烈一点的收尾。对，你不能让我放松了收尾，我觉得可能最后要有点高潮收尾更好一些。我总觉着，既然你叫串烧了，仨就少了，就应该多，是，它才能那种铺垫，才能逐渐的积累的要爆发，最后火山爆发，知道吧？然后戛然而止，那才牛呢，你知道吧？感谢老师，感谢战友。何志伟得到了评委给出的81的高分，暂列本场第二。不知道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会是排名有所改变吗？大家好，我是卫生员康景，我在台上特别容易紧张，上一场比赛中也是因为紧张，我表现得不是很好。在初赛与复赛的比拼中，评委对他的演唱提出了中肯的专业建议。你的位置和气息，甚至包括你的音准，都还有待要加强。决赛评委又会对他有何建议呢？康瑾呢，他的高音很明亮，
但是就是中音和低音部分把握的不是多实在，不扎实。我要给康姐说的话就是在决赛上控制住自己紧张的情绪，然后好好发挥，把歌唱到心里，把歌也唱到我们观众和评委的心里。这次比赛我选择了红花，大家为我加油吧。也是有点紧张哈，嗓子刚才有一点干了。哦，太干了，是不是这两天练的太多了？有一点。我发烧39.8，我一天连演3场音乐剧，这是玩命的，这不是一个口干的一个问题，这是演得快晕倒在台上了，还得这样坚持。但到这个决赛的赛场上，你就得唱，你就得用你的身体和你的毅力把这首歌表现得最好。这就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状态，遇到不同的状态就要克服它，只有这样你才能越来越好。其实比赛不是不仅仅是比技巧哈，比你的心理状态，比你的心理素质，也比你的综合能力。心理压力是个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好好锻炼。谢谢老师。比赛赛程过半，接下来要上场的选手会使排名有所改变吗？大家好，我是陈东浩。陈东浩的最大特点呢，第一，他把女兵拉了进来一组，配合得特别好。第二，他的形体特别好，动作很麻利很利索，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笑容，我觉得非常亲和。魔术啊，有时候有点担心他那个门子怕泄露，或者怕穿帮，一穿帮魔术就不好看了，这个就看他临场发挥怎么样了。初赛的时候能够得到几位老师的肯定，拿到直通，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一二三，但也因为这样心里面会有一些压力增加。今天呢，我准备的道具是由我们连队战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所以这个节目在我心中的分量特别的重，也因为这样我把这个节目放到今天的决赛，希望今天能够再一次让大家感受到我魔术的魅力。
是，哎，太厉害，吓死我了。我都没法给你打分了。如果有机会我上去试试，我看你把我藏哪儿。哎，你要是能把他们俩，你上去试试，哎，不是，你可以，哎，不是，把那个你跟周鹏要上，我们会有不是，我们俩上去怕装不下那个。你们俩上去，这得练。这个魔术就不光见火了，它就可以见血了。非常的震撼。还有一点。你这个音乐选的也很好，正好在那点儿上啪就出来了。你比较巧的呢，你用了这么个坦克，哎，又穿着军装，然后变出来两个女兵，而且我觉着是，哎，你们配合的表演的那状态啊，都特别好。如果你在决赛，或者说你能够进入以后进北京的总决赛的话，准备的类别再多一点，大变活人呢只选最精品的东西，然后其他的再选，恐怕这就更能展示你更全面的，这叫全活嘛，好不好？是是是，哎，非常好，谢谢老师，非常好，谢谢老师，祝贺你，很精彩，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战友们，谢谢。陈东浩得到了评委给出的88.6的高分，暂列本场第一。不知道接下来出场的选手还会有人超越他吗？大家好，我是警卫员孙磊。你存在，上场比赛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没想到导演组会把我女朋友给请到现场来，真的很开心，很激动，更没想到的是能够得到五位评委的一致认可，直通到决赛。孙磊的故事挺出名的，在我来当复赛评委的时候就听说了他这个故事，这首歌也是他女朋友帮他挑选的，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早日喜结良缘，到时候别忘了请我们喝喜酒。这场比赛我想唱那片海，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相信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快乐？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忧伤寂寞一转眼就像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孩儿都哭了，你知道我会永远有给我的回答。让我们忘了那片海，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孩儿都哭了，你知道我会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之后女朋友到了现场，是在我们战士之星的舞台上还是第一对儿，是的，
我觉得你今天唱的比初赛好。谢谢老师。这首歌是你自己选的还是跟你的女朋友一起选的？她建议的。她建议的哈。对。啊，我还想知道你们回去之后有没有确定一下婚期什么的。最迟2017年。明年才能退伍，后年才能娶她哈。是的。哦，那就祝你幸福啦。谢谢老师。太浪漫了，完成的话刚刚退伍就结婚。特点就是含蓄、柔美、爱情的这个甜蜜滋润了你。谢谢。还有一点，你非常会唱歌。前面主歌的时候很淡定的陶醉在里面，慢慢的叙述出来，完了到了后面嗨的时候再，所以说我很陶醉。谢谢老师。这个军营大舞台来到南京军区，来到你们这儿选这个谁是战士之星，来对了，发现了很多的人才，你就是其中之一。谢谢老师。你乐感很好，轻重缓急情感在里面，这里面就有了灵魂了。有时候唱歌吧，不一定按照原唱，所有的都按它来，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因为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一个翻唱风吗？是的。现在翻唱风，你可以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解，去把这首歌唱得更精彩，更多的心意。OK。谢谢老师。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场。大家好，我是黄思睿。前面的比赛中我发挥的还不错，特别是现场的战友们都很给力，我是人来疯，看到后面的战友都站起来了，我就兴奋得不得了。黄露思睿，他的声音很漂亮，很宽厚。黄露思睿，我觉得这个选手特别的全面，音色好，也会选歌，会选作品，都特别适合他自己，舞台表现也都非常好。马上决赛了，我希望自己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可以了。黄露思睿，加油！尼克波拉，马哈杰拉，库提提拉，这句是拉布。尼克波拉，祖波拉。Himma Polava自顾自呀自是自泪哦哦阿加鲁阿加鲁阿加鲁阿加阿加鲁阿加阿加鲁非常好，谢谢老师。很好听，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比较接近原生态，又有民族性，又有流行元素，然后这个歌也本身非常棒，啊，太好听了。当你最后那一段翻起来那个阿吉鲁阿吉鲁，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毛孔突然张了一下。真的是从初赛到现在。一共出来了三次，唱了三首歌，风格都截然不同，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人家名字还叫 One Two Three。对。这个。谁给你取的名字？自己。
啊，你自己取的名字？是的。你什么时候给自己起的名字？我18岁的时候，因为18岁成人了嘛，我就想自己就是不一样一次，很有个性。对。啊、哦。很有想法，自己给自己改名。很独立。听你唱这首彝族歌曲，是一次享受。谢谢老师。啊。但其中我有一个建议，你这个歌啊，最后就是让人听你的声音，听你的真假声的结合转换，这声音很漂亮，你对这个音色的把握呀，我觉得控制啊都很到位，所以最后说不要煽动观众，不要让观众起来跟你嗷嗷的叫，这样把你声音全都掩盖了，对，你就是要让观众，你们就要听我的声音，你们听我的声音美不美，歌词好不好，不要煽动观众，不要学这个东西。谢谢老师。黄露思睿得到了评委给出的89的分数，暂为本场最高分，不知道最后一位选手是否可以超越他呢？大家好，我是放映员李先来。在前两场比拼中他唱功突出，战胜了对手。决赛评委会对他有怎样的评价呢？李先来这回是最后一个登场，但是他选择的作品呢是《红旗飘飘》，对他来说我觉得有那么一点难度，他必须要拿出更好展示自己歌声的能力，吸引我们，感动我们。我会吸取评委老师的意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好这首歌曲。李先来加油。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都想在最后这个倒数一二个，这个时候气氛一起来了，评委卯不住就打得很高的分，但是你今天还是延续了前面我提的那一点点问题，就是还是高音啊不是特别好，不够通透，还有那个话筒啊不要一声一缩的，到了高音的时候你把它扯得本来要冲击的那个地方你把它又拿远一点，这个有点影响，还有最后那个音有点偏低，因为这个歌难度相当大，要想打动人，要想激动人心，那你得有这种真正的这种实力。哎，这个我觉得你敢挑战这首歌，敢来唱这首歌，敢在决赛的时候来驾驭这首歌，那已经就得分了。我从你精神上给予充分的肯定，我觉得你的状态气质非常惊人。谢老师，师傅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毕，
评委打分已经得出，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最终成绩。现在有请100位大众评委为他们进行投票，每票0.1分。不知道在大众评委投票结束后，他们的成绩会有怎样的变化？经过工作人员的紧张统计，最终成绩已经出炉。现在有请评委宣布获奖名单。我来宣布，第三名李先来，第二名何世伟，并列第二名的是陈东浩。现在我宣布第一名黄露思睿，获得最具人气奖王晶，最佳演唱奖一共有2位，一位刘鑫，第二位他不但是最佳演唱奖，此时此刻他还是最佳幸福甜蜜奖，孙磊。谁是战士之星？走进南京军区司令部的精彩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恭喜所有获奖选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第二炮兵常规导弹第一旅，寻找军营中的战士之星，精彩比拼，敬请期待。